手没事吧？没破呀。这个手。哦。疼吗？有点。你想把它带回去？我后来觉得，他也挺可爱的，也没那么渣。没事，我再给你换个新的。你没走啊？啊，我也觉得它挺可爱的，想把它带回去。你先说。你先。对不起啊，打分表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其实吧，我不应该说你爱我呢，早删了，早删了。那我们。和好吧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碗怎么还不走？